像感恩啊，一早起呢吼，有小可烧声哦，啊，所以讲哦，破格破格，那个破嘞破嘞吼，给干嘛罔听吼？今天很感，人讲感恩啦吼，很感恩啦吼，啊，足感谢吼。啊，大家头疼到尾吼，即个孙爷孙姐吼，咱们等可能大家拢做好困嘞吼。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很多人只有在家里面祈福烧香那么做的这一切功德发挥三天我们说圆满不来也在家里面烧香把这祖先地基主还是说下业完成这主妈大家呢，足用心的，拢敲电话甲我讲，买张书籍，我无通去吼。啊，我要安怎？我讲你到厝的吼，合掌还是点香，用你的意念吼，啊，想持天必胜功，这样就可以。安尼应对到位啦吼。啊，咱嘛是有一科专门调请的吼，所以讲大家做，你免烦恼讲啊，请未到，一定会啦吼。所以梅香今天呢，第一首要播上的就是无尽的感恩啦吼。大家出钱出力的吼，过来就是讲吼，护持道场春季法会，圆满，真的非常感恩啦，各位的辛苦，然后经团辛苦，工作人员辛苦，啊，这同道师兄师姐啊，这徒弟都很辛苦，然后来无尽的感恩。我。
现在呢开讲然后慈林毕生讲呢吼，在咱这个这段时间然后大家都很用心吼，对来给咱吼扶持然后，咱唔只是讲吼感恩以外，还是感恩呐、啊。人讲为天地立心，较早的人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子孙造福。扶持道场嘛是为子孙造福。吼、哦、啊，为什么？因为人讲顺众追远呐、啊，就这嘛是对咱的公妈一个孝道，吼、哦、一种的纪念，然后所以有人讲公妈是一个纪念，因为咱有去顺众追远，咱的囡啊嘛才知影讲吼啊，要安怎有咱的父母吼、哦、看待咱历代祖先，因为历代祖先嘛是咱啥？嘛是咱的根呢，所以人讲最源头树根最难报答父母恩啦吼，为子孙造福哦，不灭己心，不近人情，不接物力啦吼，三者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子孙造福。所以那讲叫做不近人情吼，苦哦，咱常讲苦苦吼，使人痛苦。这种这都唔通，咱去讲，人若苛刻，就是无情的意思啦吼。啊，过来就是讲，当生俭涉，唔甘去做一寡吼。啊，咱讲对子孙造福，啊，对咱家己本身呢，有淡薄呢吼。咱讲施舍慈悲啊吼，立心立天地之心，五心身体得天地之心，立命就是安心立命。安立生命，即为万民之安稳，使其得以立身、啊、所以讲，切莫受外物所迷惑，昏灭了自己的本心、啊、本心未使昏昏灭灭。居住别人的时阵呐，吼，唔通过于苛求，超出人之常情而使他感到痛苦。像我今日看到一个报纸吼，新闻呐、啊，吼。开螺丝工厂啊，可能足好赚的吼，赚钱可能赚真济啦吼。因囝生日吼，买一台，哇，这嘛上新的 Pro 的呢吼，一台啊7000万呐，7000万哦啊，这个吼超跑送给因后生做生日礼物啦吼。如果是这样子吼，啊，把这个报纸刊出来吼，啊，佮佮翕一台超跑。有很多年轻人会不平衡呢、啊？为什么？咱来拢无去出世到诶好野人诶厝，啊，咱可能过去世吼功德做无够，福报做无够，所以咱都无去出世为好野人诶厝。干那一个生日的生日礼物，7000万的超跑，会让多少人羡慕啊？啊，也会让多少人沉沦？为什么？有的人对袂到。对不对？我看我要用什么款方法来讲骗、来讲怪、来甲人吼提吼啊！我嘛要讲款，要甲人赛跑、超跑。那这样是好业，咱点点啊好业就好吼啊，卖炫耀啊！咱的囡啊吼，赛一只7000万呢吼啊！你若想过头炫耀啊，这间公司名佫拢。写出来给人看，人嘛知影讲这间公司足有钱诶，黑道的吼、哦、兄弟啊吼，连工都来亲近恁的囝儿是谁？吼、哦，亲近恁的囝儿是谁有好处啊？吼、哦，沾点光啦、啊。那然后呢？啊对，吼、哦，人讲富二代穿规丁啦吼，啊超跑满街跑啦、啊，吼、哦、啊咱即马来讲，艰苦的人真艰苦，吼、哦、连食饭都无啦，人。一台车7000万、哦、虽然人有那个福报咱不能去妄图、哦、但是这样对我们的社会也有负面的影响、哦、因为做不到的孩子有他的心生的羡慕他会因为这样子、哦、没办法安心立命那这样也不是很好的事、啊、我感觉看这种报纸
无需要。你若讲你好事做足济，阮囝今日去做生日，我自要甲买草袍就7000万啦。我来甲布施哦，遐艰苦人布施哦，遐囡仔无通读册，也是布施哦，遐吼啊，咱讲单亲家庭，吼布施做一寡好代志，吼啊是讲吼做一寡吼真正足困难的，诶这个环境的人，你用恁囝迄个7000万的草袍。哦，你去甲做这个功德，反正啊，恁囝下摆公司也阁甲你还甲足好。哦，啊，那无这7000万的超跑，因为功能太好了，吼、哦，也是啦，吼、哦，为着一时吼、哦，要去试车试看卖，吼、哦，试看7000万的赛道生做安怎？台湾啊，两条高速公路拢无够宽。吼、哦，啊嘛无够，互你驶遐紧啦吼。安尼，迄个超跑7000万，嘛等于是看水啦。啊，你若要驶足紧的吼，哎，我甲你讲，罚单会开足济啦吼，这也不是好事啊吼、哦。所以我们不要，吼、哦，咱就讲，切莫受外物所迷惑，昏暗着你家己的心啦。吼、哦，指使别人的时候，不可过于苛求别人，超出人之常情，使咱家己会感觉痛苦。唔当为着满足家己的私欲，哈、哦，竭尽物力啦，哈、哦。如果能谨守这三个原则啦、啊哦，那就可以使自己的本心为天地而存在，为多数人的生命而存在，为后世祖孙幸福而存在。为啥咱唔做这种代志？对不？心体是一个小天地啦，哈、哦。心的体是一个小天地，伊甲咱大。的天地是同款的哦，那佛祖嘛叫咱爱慈悲，佛你嘛叫咱爱慈悲，为了完成这个天地应有的这个使命啦，人应当体会到我心即是另一个小天地，我的心就是敢那另外一个小天地，所以应当为天地立心，为天地立心的道理，好、哦，就是讲这个道路有三条，第一条就是讲。卖受这个外物引诱，咱明白啊，咱家己的本性去做唔对的代志。那么第二就是唔通吼，特别去，吼、哦、咱讲苛待，苛待就是说啊，咱有请人，有工人，吼、哦，咱袂使讲哦，啊，这个工人咱请，吼、哦，啊，你用这样子苛刻去对待这个工人，人赚的赚你无偌济，吼、哦，安尼呢，你。本身呢，吼，已经是用那种苛刻的态度，用让人家不堪忍受的过程，安尼呢，你请的工人嘛，请袂久，吼、哦，这就是袂使讲吼。第二项呢，咱人吼爱有这个道德，啊嘛，佮爱有啥爱心，来甲咱食头路，咱嘛有爱心呢。第一人身体嘛爱甲顾，第二项嘛爱啥？爱互伊了解讲啊，这个公司嘛，敢那袂输咱的厝，咱伫这个所在领薪水，当啊饲某囝，但这公司嘛，等于咱属于啦吼，啊属于我们要付出的，但是吼、哦、上面的人呢，吼、哦、不能苛待这些工人，吼、哦、第三就是艺术万物要任其自然，吼、哦、你那超越了这个限度啦，伊的力量会传播消息咯。是安怎讲？即马吼，咱的那南北极有无？南北极的冰山开始咧融啊，融到尾啊！吼、哦，咱讲未使去甲超越的限度，和咱这个地球啦，吼、哦，这个力量本来这个地球的力量，它就是也要让大家生存在个地球村，吼、哦，爱有这个吼、哦、啊，咱讲无污染啦，吼、哦，安即马战争敢毋是污染？迄爆弹崩起来，啊，火一直烧，迄个毋是污染，碳量太高了，碳量太高了，吼、哦，了后呢，就会产生地球的危害，吼、哦，即南北极的冰山就一直融，一直融啦，吼、哦，安尼落，唔是讲国家战争以后地球都是拢无问题呢，因为咱伤害即个地面顶管所有的遮。都是去产生着空气的污染嘛，啊，产生着空气的污染，就会去使咱这个吼、哦、碳量上过了高，安尼以后呢吼，啊，咱的地球呢吼，嘛是会受到足大的损害啦吼，唔、哦、是干那国对国呢，咱都干那这个吼、
戴奥新，就是咧讲，就即个车辆即马愈来愈侪，大家若无开始转即、這个吼，啊，咱讲电能的迄种车，那拢规个要用汽油啦，那咱无法度吼，和即个冰山吼减油啦，吼绝对愈来愈油愈侪啦，咱别急，冰山愈油愈侪，那海岸线就升高啊，对我们呢？住伫海边诶人，嘛是有一种生命威胁，有一种生命威胁啦。你讲是毋是呢？来，恁即卖来听一段，很好听，听看看。今天是后土凉凉，然后后土牛牛，人讲天地，然后有天都有地，后土牛牛，后土凉凉哦，也是非常大的神呐、啊，吼、哦。啊，咱若要讲后土凉凉的背景，等下再来讲啊。吼、哦，有的人对啊，皇帝子就是讲啊，皇天后土，这后土凉凉，吼、哦、啊。真正的吼啊，伫这个时阵呢、啊，我真的很感动。今天是母难日，然后，唉，我的妈妈已经不在了吼，我最爱最爱的妈妈已经走了。但是今天也是，母难日哦，也是后土凉凉的生日，所以我很感动，然后，也很感恩，然后啊，徒弟们的祝福，然后，过来的时候。咱这个拄只有听一通电话啊吼，伊讲梅香师姐啊，你迄、那、落、個、咱哩大家共同学易经，爱讲家己要玩啊，你过来要讲啥？我讲啊，无你出题目，我嘛唔知我过来要讲啥，吼都没关系啦，慢慢研究啦吼。哎、欸，昨呢，
母娘呢吼，有尴尬哦，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啊，所以讲化缘化化的吼，啊，公主吼，就来请母娘讲吼，先退嫁吼，啊，因为安尼较袂大家积极做伙啦吼，因为大家若看到母娘吼，啊。坐伫这个龙椅顶冠啊，从足侪龙啊囝拢会来生奶，然后啊，所以说大家这样聚在一起，惊讲吼，那拄着咱即个这个疫情吼，啊，大家呢拢爱保持身体健康，然后啊，所以就请母娘哦，假期了后就请母娘先退假。那今天呢，今天我就讲了这些词，希望讲您注意听，然后母娘。当然，哦，有伊要讲的话啦吼。这一次的春季花卉，吼、哦、啊，咱唔只是讲吼天气清和啦吼，啊，佫袂热吼，咱做甲足圆满的吼。讲一气化转九连台，转灵化解宿命开，修炼元灵定神台，圆满业果。灵主宰，二年真灵宿世缘，今生相逢了原因，降服亲恨断爱恋，复原真性修道缘，三光三元光照红尘世，照世明灯。良贤圣意有志做名册，遥将玉笛玉金莲，四转玄机妙门开，莲座开落太极来，众里应在无阻碍，法语开示灵爱在，我去调元合灵台，国显神威得祥和，莲台九转应无道，合元归命花结果。先来讲人呢吼，一气就是精会，没想来这里上课的时候有讲了，我们有一道的，吼、哦，咱讲仙人呐、啊，要吼、哦、修行正果。一定是爱啥，咱三魂一定爱集一嘛吼，啊三魂一定爱有合一，吼、哦、叫做元体元灵，吼、哦，个有就是咱家己本身的三魂爱有合一，才会当三生吼、哦，这道金光啦吼，啊这个光伊才有法度回归啦吼，啊所以讲一气就是咱定讲所有的气爱化作一气。吼、哦，一气化转九连台，吼、哦，转灵要当化解这宿缘呐，吼、哦，才会当开这个，咱讲开这个灵盘，最主要是要创啥？就是要修炼咱的元灵，所以咱的元灵这个灵要它会开，伊会开，就是因为时机到啊，吼、哦，母牛啊，咱讲三开两化，既然母牛三开两化。这个龙华第三开，第三开的龙华嘛是真重要，就是修院的啦吼，修院盘。啊，既然是修院盘，吼、哦，你呢？那如果讲三元不合一，你哪有可能讲会当登去吼？啊，母娘甲咱创造的妖地世境，啊，无法度登去这个母娘甲咱吼，已经甲咱创造好的妖地世境，咱嘛无可能归位嘛吼，无可能归位。所以母娘呢，一再咧甲咱讲，年龄，吼、哦，既然灵已经开啊，吼、哦，这个修炼元灵，修炼元灵继续才会当定身台，吼、哦，圆满业果，咱的心唔才会自在，吼、哦，所以讲，宿世因缘，今生相逢，你就是爱了这个宿世的因缘，免了降伏，吼、哦，嗔恨降伏，这所有。哦，贪嗔痴慢疑，要咱复原，吼、哦，咱的真性，要安怎去修这个道缘？当然啦，吼、哦，人讲三元光照红尘世，哦，
哦，照世明灯度量行啊，就是咧讲阴阳两度啦吼。今日咱做这个功德发挥，度无缘法界众生，嘛度到咱家己的慈悲心、甲爱心，即灵体啦吼。灵体会喘气的嘛是灵，吼、哦，未喘气的嘛是灵。咱即嘛嘛是有三魂七魄啊，吼、哦，咱住在咱的身躯都有三魂七魄。在咱家己的五脏六腑都脏神呐、啊，五行的脏神，即所有脏神甲咱一体是合一的，所以讲吼，咱照破即所有即个世间呐、啊，看会破吼、哦，你有法度去了解为什么母牛苦心做莲台，母牛苦心做莲台，莲花三人讲盛会吼，会当三开莲花盛会吼，这毋是遐尼简单呢。啊、所以讲吼、哦，咱即卖呢，若有迄个意，人讲有迄个意愿啦、啊、了解啦吼，那母娘的苦心吼、哦，这个气要哪个合齐吼、哦，修缘果吼，这个缘果要哪修？啊、哦，母娘嘛是定定安尼咧甲咱讲啦吼、哦，为了讲吼、哦，静坐以外，过来就是你爱有迄个心啦、啊，吼、哦，人讲心。会当造就一切境啦，啊！你若无心，你就袂当造就一切境，无法度做，无法度吼、哦。咱讲静修一切法，啊，无法度静修一切法，那你哪有可能回归原来本源？所以咱常讲天源，源乡在哪里？那母娘要讲的就是说，哦，玄机妙门已经开啊啦，莲珠嘛，甲咱这灵仔囝。吼，拢总甲恁做好好啊！啊，你若知影讲母牛伫甲咱开示的话语，你若听有啦，那有可能啦，吼、哦，咱都有机会啦。所以咱即马要来听一段五秒修仪啦吼，听看卖吼、哦，啊，咱都有听都有感动啦吼、哦，啊，希望讲母牛讲的吼，这虽然唔是足深的事故，但是这嘛是吼、哦，每一次。都有母娘下降来到这个人世间，吼、哦、啊，每一届的这个机缘呐，所以咱人那是会当身为体用啦，运用就是叫做人若能善为体用运用，则可以天地立心嘛，为生命立命，为后代子孙造福，就是讲无浪费物力，吼、哦，一定爱爱惜啦，吼、哦，爱惜物力，心地爱光明，唔则我都。吼、哦，咱讲公正无私，啊，你要公正无私，心地光明，安尼咱唔才有都做到，啊，若做到咱唔才有机会啦吼。伫、哦、这个三开两化的时阵，吼、哦，咱母娘伫遐期待这灵仔囝吼，会当回归本源啦，唔免伫这娑婆世界伫咧，吼、哦，咱讲生老病死痛苦啦吼。哦天。
像即马咧吼，甲即个年代咧吼，甲听吼完啦吼，好，感谢啦吼。啊，咱呐如果讲普遍啦吼，要寄转，因为即几工啊吼，啊来宫的参拜有啦吼，啊但是吼较少啦吼。啊，咱呐如果讲啊，咱无闲，后来再普遍，啊咱普遍会甲咱整理起来吼。啊，那如果要寄，爱打电话回家，然后甲回家讲者，吼、哦、要寄几份，吼、哦、啊，咱吼、哦、要寄转去的，你都一定爱甲电话留咧，然后电话留咧，唔止嘛，要寄物件拢一定爱电话，然后啊，咱的破品的吼，那、哦、如果讲厝边隔壁有较辛苦的，吼、哦、啊，咱家己的破品食无遐济，你买分享。吼、哦，寄转嘛，会使去分享啊！吼、哦、啊，如果讲是因真正是辛苦，咱嘛是会当分享。吼、哦，因为拢总是要做爱心的，无摕转去的人，就是哦，咱讲包括姜的物件，就是吼、哦，大家做伙拢是要做这个分享爱心。吼、哦、啊，一样的吼、哦，咱讲北部的嘛是感觉有较辛苦的，吼、哦，中部南部嘛拢有。吼、哦、啊，咱如果啊，即个普遍恁都。真正有需要，你就打电话，吼、哦！啊，咱寄就是把地址、姓名、电话留咧，咱会寄对给咱寄了，吼、哦！那今日礼拜一呢，吼、哦，有给咱叫这个吼啊香品的啦，吼、哦，香香款素茶贡巴小盘香普林灯，或者是讲啊，咱今嘛吼啊，给咱报告了吼，咱老师有在吃牛樟芝，今嘛牛樟芝是新包装了吼，包装吼，迄壳也是同款的，但是吼，会予咱看到讲啊，这是日期吼，啊，咱啊到迄个三，咱讲三年啦吼，啊，2025啦吼，2025，啊，这就表示新的哦，新做的吼，内底又搁甲咱加一寡成分啦吼。啊、所以讲啊，牛樟芝吼，咱老在食，会当恢复疲劳，然后
啊，过来就是讲，唔拿干呐，会有疲劳，疲劳啦，提供咱的精气神，然后能量会很好。尤其是咱咧做夜班的人，吼、哦，做夜班的人吼，啊，开车的人吼，拢会使，看是要食还是要干，尿脏质都很好。啊，咱即马即个哦，金家人啦、啊，还是讲虫草王，哦，新的包装阿未来，哦，新的包装阿未来，然、哦、后啊，所以直接甲恁报告一下吼、哦，啊，咱的观视力啦吼，啊，关心咱的视力，还是讲啊，咱有要食印加果油，吼、哦，印加果油伊是咧清，吼、哦，清咱的血油卡伫个血壁，还是阿妈滚的，不管是定感觉咧安安生吧，生吧安安，哎，就是表示讲吼，啊，咱的三高其中的一项，唔是干阿讲啊，糖分济，吼、哦，糖分较悬，或者是讲吼，咱有这个吼、哦、高血压。其实高血压都可以吃，吼、哦，啊，过来是糖分嘛，拢会使食，印加果油，吼、哦，啊，咱各一项都是啥，迄、那个，吼、哦，咱讲油脂，搁较悬，迄嘛是三高其中的一项，啊，你也加食，吼、哦，有加食迄个吼、哦、印加果，啊，真的，印加果油，咱咧是唔是干那印加果油，咱也搁一项糯米内底迄粒籽，吼、哦，所萃取的，诶，迄个伊嘛是讲我爱。提炼啊，吼，提炼迄个油啊，所以是印加果加这个肉里的这个籽两项，吼、哦，伊都这个吼啊，能讲抗炎、抗消炎，吼、哦、啊，所以这个肉里的籽咧，吼、哦、嘛是真好用啊，吼啊，掺印加果油做的时候，咱有两项成分呐、啊，吼、哦、啊，这拢是素食的，拢是素食的吼、哦，早餐空腹就可以吃。出素的师傅也可以吃啊，哈，出家人都可以吃啊，哈，这是素食的哈。那以上这东西算功德了哈。讲处富之贫，居安思危啦吼。啥物叫做富贵？处这个富贵的所在，就是讲爱知影贫贱的痛苦啦吼。叫做处富之贫，就咱知影处在富，吼，我们是吃吼住吼啊，咱讲食衣住行啦吼。啊，顶是五福临门啦吼，但是咱爱知影讲经善的有经善的艰苦吼，所以讲居安爱思危，你足好个嘛爱居安思危啦，你足好过你嘛爱居安思危啦吼。当少壮之时呢，吼思念吼啊，现在讲你即马是当少年吼，三四十岁、四五十岁，这个时阵当趁钱、当少年的时阵，嘛爱需要讲爱去顾讲，哎呦，假老衰老的时候，看到了衰老的老人家啦吼，啊，咱嘛是有一个哦警惕啦吼，每个人都会衰老，所以呢吼，唔能讲少年的时阵吼啊认真打拼。但是把身体打拼到歹去，到尾呢吼啊，咱生活品质不好，吼啊，你所得到的你嘛开，吼、哦、开到唔是食好料的嘛，唔是去国外一时给伊佚佗，而是坐在轮椅还是在好、哦、病床上，那那种不值得啦吼，那种不值得。所以讲人伫个这个财富甲有关系时阵，应当爱体会讲，啊，这善良人吼，伊、哦、有无自由的痛苦，伊嘛有贫苦。有那个贫苦的那种、哦、痛苦，所以我们要为贫苦的人着想，因为说不定自己啦、哦、凡事我们人、哦、都不一定啦，说少壮的时候身体健壮，但不一定说我们看到老人体弱多病的心酸苦痛，我们都没到，不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少壮的时候就应该要保护、哦啊、自己的身体啦、哦、人、哦、我们没感觉说任何不足啦，哦，咱人呐，如果活甲讲，唔是足好个，但是咱嘛无感觉任何的不足，唯一就是平安。无任何的不足，唯一就是平安。无任何的不足，唯一就是健康。这叫做无任何的不足啦。好、哦，因此对，好、哦，咱讲善好个拢无要紧，上好就卖破病，迄种是个艰苦。哦，真正的艰苦就叫破病。我们也要感到，
世事多变啦吼，人拢是去有这个命运之神所创治啦吼，叫愚弄，吼往往不知道吼，高贵的所在佫变成甲尾啊吼，有人讲你生在一个很高贵的地方，吼，但是不一定都永远呐，都处在高贵啊吼，所以讲不要忘了，每一个人都会有吼。生老病啦吼，各一人都是有这个富贵贫穷的循环啦，吼，所以有的人讲富不过三代啦吼，善呢，有的人讲吼有住贫不顾啦，吼，无住吼贫，迄个富不长，原因就伫遮，所以讲人呢吼，长江有日思无日啦吼，先来讲，定定讲这爱有日子好过吼，嘛爱知影讲时间。好，爱安怎去安排啦？吼，莫待无时思有时啊，就是咧讲保持这个想法，咱就当延长这个幸福的日子。你若保持这种想法，你才有法度延长幸福的日子。吼，少壮时代血气旺盛，对外界环境毫无惧怕，但是不是毫无惧怕就能够吼啊？咱讲撇灾小劫呢？不是安尼呢？咱即马。那个乌托邦徛咧，吼，无拄好，干那在做工课，无拄好，迄有时也都会伤亡意外呢。反而凭着身体强健，吼，嘛着爱安怎注意杂种呢？你无安尼，无注意杂种，有时阵你无杂种注意吼，真正啊，生命是掌控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讲，转眼间呢，吼，年轻力壮的少年人，也会变成老力衰老的老翁了，吼。所以讲。伫时代，咱爱知影衰老的辛酸，吼、哦，应先要先把身体锻炼好，保持健康，然、哦、后，所以讲人瘦身处地，行为不可过于，吼、哦，就是讲人呢，吼、哦，处世之道，首先是爱保持，吼、哦，一个吼、哦、清白，吼、哦、啊，但是受到吼、哦、种种这所谓委屈啦。有足济人，我讲人生处世，吼、哦、啊真清廉，吼、哦、啊无容纳污秽，吼、哦。但是有时阵呢，吼、哦、啊，咱讲立志向，无爱做一个吼贪官污吏的人。但是钱在面头前，吼、哦、无贪也真困难的人，安尼嘛真艰苦呢。所以我常讲吼，泰山不让土壤火海。不择细流，也就是这个道理。哦、大人物了，处事之要旨就是一定爱安怎，爱讲人有法度好持身哦，清浊并包，兼恶哎讲善恶兼容，然后就是咧讲人来到家。这个时阵好歹爱分得清楚啊，吼、哦、好歹也分袂清楚啦，吼、哦、有时阵呢，吼、哦、啊咱第。处心立世的时阵啦，吼、哦，啊去拄着吼，有个人讲，啊，都头前面这段行了真顺，后壁这段行了真坎坷，啊，为什么安呢？因为吼、哦，内心咱定讲磨砺身心，应当如真金加以百炼，就是安呢。千金之奴，一金重山，吼、哦，就是咧讲千金之奴一。斤重三十斤啦，强，咱定讲强弩千斤之重，也就是咧叫咱讲吼，修养生水啦，修为就是作为啦，作为就是修身养性，哦，就是底炼，哦，爱我都自炼自己身心啦，啊，超越自我，必须用全身，吼、哦，安尼咱才有都全身而退啦，吼、哦，人若做无好，我都全身而退，啊，若做有好。咱就留一个好的名声啦吼，啊，咱讲正界要留好名声吼，啊，将后呢吼，未去拄互批评啦吼，啊，未因为法律的追讨啦，安尼这是做一个吼真正吼、哦、人呢官为官也好啦，吼、哦、不管低啦，啊，咱拢是爱安怎爱奉公守法啦，吼、哦，这是啊，咱为什么讲儒家？哦、一直在讲奉公守法、啊、不然就是吼、哦、啊，咱讲五德具足啦。
来今晚呢，大家来学易经啦。雷会风，风就是丰隆盛有之意啦，吼，隆盛富有之意。吼，盛代古镜重明之枪，雷会叫做风卦。啊，这个风卦呢，上卦是震，代表动；下卦是离，代表明朗。合起来就是光明正大行动，举凡处理任何的事物，只要光明正大，其成功的发展必然、哦、一旦成功之后就是丰盛富有，叫做雷火风啦吼。渐渐进啊，进必有所归嘛，故修之以归脉，吼、哦，得其以归者必大。故修之以风，风者大的意思。这个风呢，吼，是以上以得其所归者必大。所以讲吼，咱讲得其所，我们的愿力有一个地方安定下来，我们的愿力有一个目标，可以让我们发挥。我们的爱心有一个目标，好咱呢会当实现，如同啦，吼、哦，咱即马讲这么大，吼、哦，不管讲是团体啦，吼、哦，只要是哦，咱讲救度平民啦，救助需要救助的人，吼、哦，取所必有所归嘛，一定就是道理，心有所归，会当做善事，会当服务大众，这就是讲咱要甲赞叹的，吼、哦，扑到这个雷火风卦。哦，伊个运势就入正当中了。然后要知道哦，太阳过中天，意思讲雷火风就是好卦，这个卦是真好啦。但是吼、哦，啊，咱讲太阳那过了这个中天，就向西吼、哦、倾斜啊嘛吼、哦，月到这个满月后一定会缺，所以月人讲月圆。哈，月有圆缺嘛，吼，就是安尼意思。因为甲恁讲就是讲，好卦是好卦哦，吼啊，但是咱人吼啊，伫好的时阵徛伫悬，啊徛伫好的时阵上好的时阵，茫得意忘形哦，吼、哦。我们人类不能违背天地大自然的真理，因为好运势的时阵唔通骄傲，吼、哦、啊无呢就袂当长久。吼、哦，袂当长久，啊！甲既然袂当长久呢，迄、那个好运时呢，不可大意哦，一定要戒慎恐惧，吼、哦，提高警觉啦，吼、哦，加以防备哦，吼、哦，这个卦就是翻身覆辙的卦，那是富力不仁哦，则过；满而不谦，则神哦。伊讲吼，咱今日人吼，拄好入正当中啦吼，哦，拄好运当开的时阵吼，哦，趁钱敢那吼，足容易的安尼，但是伊嘛是要甲咱提高吼、哦、一个境界，就是讲唔通伤过了大意。好运的时阵吼，更加爱搁较小心哦，袂使大意，一定爱戒慎恐惧，应提高境界，加以防，人讲防备啦吼。哦，这个卦就是，吼、哦，凡盛富足之象，若是富而不仁，则过嘛，吼、哦，满而不谦，则神。好、哦，这就是盈虚的道理，吼、哦，唔通吼无察觉到，吼、哦，上卦为进，吼、哦，啊，既然上卦为进，就是雷啊嘛，吼、哦，下卦为离，就是电啊，啊，雷电交加，盛大之势，哦，就不可一世，吼、哦。但是风者生，吼、哦，伫这个咱爱知影讲吼，诸盛衰消长，咱爱知影盛衰的消长，盈虚循环的理。因此吼、哦，人呢爱也掌握，吼、哦、吉盛的时阵，是为处世之道哦。吼、哦，你若伫个徛伫个，吼、哦，即马上界，吼、哦，咱讲气势当好的时阵吼，嘛、哦、是要甲咱讲哦。盛世的时阵，你就是处世之道爱摆出来。你处世之道若无摆出来，你就会得死人啊！简单讲，会得死人。你的处事不好，你真的是很富贵啊！也吼、哦，咱讲位高权重，爱、啊、得死人无？你若开始吼、哦、啊，咱讲处世之道无学习的话啦，吼、哦，换你开始会得罪人，得罪人呢？哦，我来讲啊，咱人吼、哦。啊，去
得失，人讲得失着君子无要紧啦，吼、哦，那得失着看你，看你安尼吼，啊，好业噶吼，安尼嚣败噶这样诶吼，伊会足想办法吼、哦，要甲你修理诶话啦，那安尼你嘛食着甜啦，不管你偌好业，拢食，拢会去食着亏，吼、哦，食着亏啦吼、哦。所以呢，讲时间久啊吼，啊，咱就会知影吼。啊，这个雷灰风的这个卦象，运盛急则衰，满而不千损、哦。要了解大自然的原理，日正当中，哦、酌情月盈则缺的大道理，人呢，哦、要居高思维啦。目的就是要让咱知影居高思维。啊，居高思维，这是咱应该爱有的做人的态度啊，你。不要居高思维，你做人的态度，当然啦，是爱安怎谦啦，无谦虚，吼、哦，所以有时呢吼，啊、咱讲要学啦吼，较早的人拢定咧讲吼，哎，迄做人吼，吼、哦，爱安怎都安怎，倒着一句话啊，吼、哦，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唔是无报，是时间未到，这就是咧符合着咱的因果定律、因果的关系，再怎么久远啦。哦啊、都会遇到啦、哦、好歹都遇到嘛，所以人说三年一运，好歹照轮、哦啊、这就是在说人呢、哦、越不懂啦、哦啊、我们就 越在这个熟悉、哦啊、越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啦、哦啊、到底问题都是我们自己出、哎、不是顶管、哦、我们常常说上天不公平啦、哦，绝对没有这个上天没有公平的事，上天呢绝对是公平啦。因为你若无做，绝对人拢未因为安尼去甲你算掉啦吼。所以咱即马咧讲着讲灵修，为啥物会哭过、会笑过、会唱过、会跳？即马都有人定定爱问我呢，爱灵修敢一定爱哭、一定爱唱、一定爱跳吗？唔是安尼啦，吼，不是说每一位都是这样子。哦，迄个拄好初年的时阵，就敢那小朋友，敢那未输讲，咱拄好幼稚园的时阵，蹦蹦跳跳，很天真活泼的时候了吼、哦。所以讲，灵修这门的学问本来就真大，吼、哦，讲起来了吼、哦，有真侪人吼、哦，啊，佫是问号重重的吼、哦。但是吼、哦，三两句话吼、哦，没想嘛讲袂清楚啦。啊，只要咱家己去体会，每个人的感应不同，答案当然也不同了吼、哦。所以讲吼。哦啊，不管讲见到母娘啦，吼，见到神仙啦，吼，甲你有迄个真正缘分啦，你拢无啥物款，吼、哦，想要表现啦，但是拄到的时阵吼，他总是会有感觉啦，因为迄个灵吼、哦、策动，他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吼、哦，啊，所以讲吼，不管安怎，拄当啊初期的时阵，咱拢袂使甲伊讲，哦，啊，他会安呢，其实他一段时间，吼、哦，过了。吼、哦，伊就稳定起来，稳定起来的时阵，伊的灵呢，吼、哦，甲咱一般呢，拢甲咱一般的人拢是同款的啦，吼、哦，啊，伊嘛是定睛的时阵，伊就像大人同款，成长了，灵也是需要时间，吼、哦，给他成长，吼、哦，所以讲天灵要合一，是咱这个肉体爱顺灵，吼、哦，爱来做，吼、哦，这个肉体该安怎，该有法度吼，啊，囡啊。哎，那个蹦蹦跳跳的时代，它会慢慢的转，好、哦，慢慢的转成，好、哦、稳重，然后，好、哦，它会有缘的神佛，好、哦、会来，好、哦，咱底下讲，哎，在教化当中啦，可以有一个，可以有一个机会，好、哦，通我效劳服务大众，然、哦、后啊，就是咧讲，以，好、哦，咱家己本身的原力，好、哦，啊，和咱的信心，甲咱调教。了解到尾，伊嘛是要叫咱讲，要安怎引导众生行好路、做好事、读好书、讲好话，然后啊，这最主要嘛是，哦，大家共同修，也是为了这个社会和谐，然后来今日个时间已经到，最后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Thank you.